你俩但凡分个眼神给那颗粽子，那粽子也不至于掉地上。那年的端午节，氛围都是粉红泡泡。好。这里应该是在商量晚上收工去哪里吃。贴这么近，还不是因为在哄人。这个不是啊，哎，夏老师，哎，不是，我是这个，哎，夏老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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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个急的打出一套 rap， 一个慌的直咽口水。不是哑巴吗？咱不赶紧哄哄去？所以再商量今晚去吃什么吧。怎么样？好，我不知道，我得问小童啊。夏老师，你可以走啊。哇，早收工的赞赞，还卡点20:18哦，这件衣服。就是当天被 UC 狗子蹲完波女友蹲到赞赞，真的每年端午都要被反复拉出来鞭尸的程度。顾着吃啊！端午安康啊，各位。